你把你刚刚对我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说许鞍玉卓的嘴是我世界上见过最可爱的嘴，最漂亮、最性感，就像你刚刚不这么说的，你刚刚说我的嘴，你的嘴就像那个谁的嘴一样，就像那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。嗨，公演要开始啦！ 有几人不在？
喜过年啦！就是我刚刚走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上一代家过年。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里对 SN 高配的支持，在跨境2021年这一刻，我们有两个消息想要与大家一起。Happy New Year！Hello， 我在我的 vlog 里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跨年的时候给大家了一个 vlog， 然后超长30分钟，然后在2021年也会更新更多的 vlog， 大家多多期待哦。还有就是大家多多期待唱歌的小羊、跳舞的小羊、rap 的小羊、创作的小羊，还有穿搭的小羊，多期待。喵。然后这是一个背带裤，上面是有糖葫芦，这边看，然后你想露出这个 logo 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分开穿。然后还有一个我新买的一个耳扣，然后是十字架的，下面的十字架和上面的十字架我都非常喜欢。Nice。Good night, everyone. 今天准备去公演的一天，我穿了这个一个比较特别的西装，它是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也可以把这个扣子扣上，反正就是比较机能风的一个。然后这个是随便一个包包 ，guest。然后这个是小围巾，然后它是这样子放在这个皮革的这个小袋子里面，就这样子围住。就还挺好看的，好，对，我不是很喜欢穿那种很厚重的大衣什么的，对，但我估计我穿的少的话，妈妈们又要骂我说山中多穿点，那打算等下下面脚的话就搭一个靴子什么的。Hello， 今天我的奶茶摄入过多，这个是考布雷奶茶，嗯，然后这个是我很爱的意咖啡，对，我爱的这个薄荷拿铁，啊，还有我最爱的一点点乌龙玛奇朵，我太过分了，别带上我 far away from me， 我英语好好，小心我 far away， 什么意思哦？不要拍，今晚见啊。小偷吧，不是这个徘徊在人家房间门口，这个呢，两个都很纠结，哪边热闹是哪。请问有观众的话，这是我和蒋淑婷的早上，今天是修好没？哎，你这车谁都没用，就我能修。1月3号，蒋淑婷给我看她的爱奇艺会员电影。虽然我刚刚要看付费的，被他拒绝了。哇，那是烂片啊！你没看，我怎么知道是烂片？不就是为了省6块钱？那倒也不至于好吗？你刚刚就这么跟我说。那是因为那是烂片，我不想为烂片花6块钱。我们吃了，我点了这个番茄味的麻辣烫，还有这个三豆角饭。哦，好了，九点。由于赏味期限就要过去了，然后我这个人在这里凭好利来。真的是太给我压力了，我要吃贼多，但我觉得还是那个奥利奥的最好吃。但我刚刚，你看我这个勺子，我刚刚吃了这个豆乳的，我觉得也不错。这个脏脏的，
念嗨信吧。嗯，上很新鲜很新鲜的，嗯，之前我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个巧克力加费列罗的感觉，就是一颗球的。嗯，这两款。Hello， 我在逛香香，然后我今天看到了这个，这个是 Jazz Club 吗？是红红的那个香香。然后呢，我买了一个这个，就是可以洗衣服的，它叫什么甜心？对，他说它可以洗50次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去年 What Smile You。是要 enjoy， 哎，洗一个，哈哈哈，好恶啊！这个房间，对啊，我好像就是像来到湖南，看那边，大鹏，这个好可爱，小钳子。开始。保持专注一点，我们再保持一个浓郁的场景，我们就可以下班。谁要吃？喂，要吃吗？但是他能吃吗？他真的能吃吗？他都。好，谁不服谁？
哥，这个下巴好圆呢。地上这个假雪，还有这个伞上面，对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是上海，2021年1月8号，多云转晴，假雪9号，祝大家9号愉快，新年快乐。哎呀，飞禽人啊！花是不是很不错？彻彻，你看后面呀、啊，后面有人捉弄你，但我是玩弄你。他说我不在意。真的很不错。爸爸呢？嗨。不要不要小一种，受到了宠爱。小臭，你看，天哪，根本就看不到你的五官。来给他看看吧，你的脸怎么长得跟屁股一样？你说啥？真的很可爱，被一只黑猫欺负。难道分钟就进场了？很享受，你知道吗？心甘情愿吗？你没有一点想反抗的想法？杨洋，生日大考验开始。Okay, let's go。戴萌，0218。孔霄莹，0411。徐佳琪，0827。张宇哲，0511，因为他跟我爸同一天。刚刚的回答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爸是0510，差一天了。可以可以。三个可以转一个。三个。就坐倒转魔法师隔壁吧。不能坐在那个飞机里面。飞机可能系统了。有点承载不住。我也很怕，我觉得你可以的。不要慌。好了吗？启动了。脚放上去。那个。来了，开始了，1、2、3，启动！哇，这种为我一个人建造的游乐园的感觉，哎呀，哦，真不错！想去哪儿？小宇宙的人呢？消失了，消失了，那就沉浸在他的快乐里。嗨，杨姐，你好，这位美女，你也在这里。好猥琐，变态。